但奔驰威霆拥有百万迈巴赫的气场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这是一台北京老总的威霆，拖车1000公里到南京找到我们。老总觉得这内饰连隔壁村的三舅姥姥都嫌弃，能手动的地方绝不电动。车子交给你们，只有一个要求：迈巴赫长啥样就升级成啥样。没问题，必须安排。